这样，等我怀孕之后啊，咱们大教廷的房子上面就可以写上我的名字。不过这之前，得先签个合同。妈，你喝杯茶，你也别觉得心里有气。我和你爸的想法很简单，我们就是想要孙子，不过分吧？妈，这怎么能说过分呢？ 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，我怎么会生气啊？妈，我想好了，我是要给张家生个儿子的，而且我已经托朋友打听了，这生孩子啊，确实有偏方，还挺灵。什么偏方？生儿子？嗯。哎，我看你们那么喜欢孩子，我们可以想办法，一次生个龙凤胎。 真的吗？嗯。妈，您上次说可以在经济上支持我，我听了之后真的特别感动。哎，我想这样，等我怀孕之后啊，咱们大教廷的房子上面就可以写上我的名字，等孩子生出来之后再过户。如果我真的生了龙凤胎，您再给我100万，好。 但这中间，比方说像什么月嫂呀、住院费之类的，您都不用管。不过这之前，得先签个合同。你这是在跟我谈价格吗？还是你把自己当代孕了？不是妈，您误会了。上次您打的那个电话，我下来啊。 仔仔细细的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。哎，你看伟琛他不愿意我出去工作，我对这个家的贡献也确实是不多。我唯一能做的，最大的贡献，就是生个孩子。啊，还有您放心，我是孩子的亲妈，这笔钱啊，将来我也一定会花在孩子的身上，不会辜负您的。好吧。 你要真生，这笔钱我就给。<笑>谢谢妈，那我就找你个合同。好吧。啊，妈，您这就走了。啊，妈，您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